五颜六色的瓶盖按照颜色贴在设定好的位置上，距离差一点都不行。有一点太大，啊，没办法挤进去。这个稍微修一下，让它能够这样摆好，这样挤进去这样。它沿路要修正。 比如说，有的太大的要采用剪一下，剪一下这样子。五月底，台中各地的环保站开始搜集各种色系的瓶盖，超过300公斤，前置作业很重要。哦，那个洗还要晒，晒哈还要再翻，就趁那个大太阳的时候赶快把它晒好这样。拼贴的两幅作品分别是两只金鱼和两只中华白海豚，为了要更接近原始图案的感觉。 拼贴的过程很用心，瓶盖有大大小小，所以我们尽量都要能够在那个圆圈的框框里面。如果太大的话，它就会容易去挤压到别的瓶盖，就会造成没办法对齐。大家可以感受到，我们如果爱护地球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拥有这么美好的环境。慈济环保30年，志工接力完成环保创作，提醒大家，环保不能少你一人。大爱新闻将军林欣宏台中报道。